教练。郭之群教练为本会二段教练，现为长空武术天母训练中心教练。郭教练认为习武自保非常重要，于是加入了天母训练所练习，更走上了武术教学之路，在教学之中成长学习。三才剑这套套路分为上下各半路，上半路主手，下半路主攻，在原招式不变的状况下练习，上下半路可恰巧互为攻防，成为一套对练剑法。攻者攻中带守，守者守中带攻，整套套路上中下的天地人方位作为变化，适合两人对练，培养对敌意识。